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nello Yuki。 今天呢最主要想讲一下怎样做光塔的半价买证，通过这个光之塔周边那个半价任务。因为之前做过，但是以前那个中文版来的嘛，现在日文版。刚刚我这个 job 的职业呢就升了82 level，咁咧就39 job，咁諗住依家冇嘢做，咁諗住解下啲任務，咁順便拍條片出嚟，就係起碼啲記錄啊嘛。咁以前冇記錄，淨係得文字講解咁樣，睇下點樣做啦。咁因為我都係啱啱轉翻日文版，咁所以有好多日文嗰啲 NPC 位置我都唔係好記得，咁所以都係我跟住個手板嘅攻略，跟住咧逐個逐拍，即係以個影片直接記錄翻出嚟咯。咁依家咧應該係要去呢、這、一個，因為平時咧如果買光塔個費用咧，就係、是、每個 level 乘以你嗰、那個唔知1000定100蚊，係啦，就100G，咁啦，等同再半價咁樣嘅。咁佢我唔知佢依家有冇半價咗啦，因為佢啱啱一向都好似有半價，唔知係咪自動咗半價。睇下先，咁佢正常咧就睇下先，佢係16400嘅，咁但係咧佢而家講緊咧就8200，咁其實咧就一樣嘅，咁再半價即係50% 咯，即係可能要4000多蚊咯，咁啊，所以我依家就應該會去呢個摩根市，即係依家摩根市啊，12點方向有個政府大廈。進入之後咧，有個新聞記者啊，睇下先，12點，我呢度啦，真係12點，因為都好耐冇做啦，唔係好記得。咁第一拍啦，咁我唔知佢有咩條件喎，唔記得咗。12點，應該呢個新聞記者之奇。跟他對話多次之後就比較無理，以前記了的，不過不太記得是不是這裡，好像不是這裡，我找一下先，這裡12點方向有個政府大廈，嗯，係咪最頂頂咧？呢、這個唔係啦，呢度，我記得好似係呢兩棟其中一棟，埋炭，唔關事。12點方向。再行過少少睇下先。上面。唔知係咪冇咗添喎？12點，哇！呢度啊，應該係。行會政府大樓，同埋即係呢間。似喺呢度，新聞記者又喺度，唔喺呢度。等我查下先。好，咁啊呢度繼續啦。咁因為都做咗好過冇做啊，咁同埋咧呢個任務以前都有玩嘅，又幾有意思。喺邊度？我呢度係啦，應該係呢個新聞記者之奇，之奇應該係小丑嘅意思吧？跟住同佢對話啦。對話3次啊！
該係呢個啦。OK 啦，接咗啦，咁就咁跟住咧，之後就要去附近嗰個戰士係行會分行啦。進入咗之後，揾呢個比奧涅塔同佢對話之後，就會叫你去揾呢個温曼特斯啊，斯人精煉廠揾人。OK。咁我哋要去出咗呢度之後咧，喺右邊即係呢度啦，呢間啦。咁咧就應該係同呢度啊嘛。温迪斯曼人係咪即係入邊嗰個咧？似係喎。打邊個啊？應該冇所謂。啊，應該呢度係可能講緊賄賂嗰啲啊嘛。去精煉所第三步就去呢、這個去到咩私人嘅精煉所，即係政府大廈下面嗰個傳送點，揾一個叫肯美爾嘅白色頭刺客對話之後，就會叫你去揾可疑嘅男人，走去下面嘅區域。政府大樓下面，好似喺呢度，冇記錯，好似呢度其中一間，好似喺呢邊。好像是這個哦，是啊，應該是這個。去找那個什麼可疑的男人是吧，他這裡沒有抹，如果有抹就更好，應該是這裡。白色頭刺客應該是這個啦，跟住對話之後就會叫你去找可疑的男人。可疑的男人在這個光之塔八樓，可惜掉了證據。之後你要就要去光之塔周邊西面的海岸找回證據。不太記得什麼意思，但是去看看先。應該講緊揾嗰啲咩行會賄賂，即係佢哋有啲賄賂任務，可能發現咗，但係冇證據，想揾翻啲證據，跟住變咗咧個行會就會俾你半價咁樣走啦，可能係，應該係。咁我依家要去光塔八樓，咁啊，開始依家8200嘅個正價啦。去呢個光之塔嘅八樓，咁我哋去光塔先。而家喺摩根市，或者叫統稱叫西城啦，或者叫西城，係咯西城。因為我哋分東城、東南、西北咁樣比較易嘅嚟。以前啦，依家唔同。去光之塔八樓。咁呢個光塔下層啦，咁我要上八樓。八樓應該係佢上。唔受重，我哋重冇乜能力嘅。啱啱換翻嚟冇啦，不過聽聞話呢只好犀利噶嘛，打單殺人，即係嗰只放水龍。
飯好先。唔記得咗係咪啲鹹飯呢度？呢度六樓。之前喺度升好升啊！唔係講港台版應該加咗經驗值，之前冇咁多經驗值。日服呢度就正常啲咯，以前呢啲仲係紅色噶，而家不過依家八十呢度應該冇，同埋依家個等差情況好犀利。呢度出去應該。去揾可疑嘅男人，可疑嘅男人。呢度怪怪的男人，成個啲咩 James Bond 嗰啲啊，唔係嗰啲叫咩啊？孖寶兄弟嗰樣咯，似唔似啊？孖寶兄弟啊，大大地哥咁樣。證據應該話呢度。哎呀呀呀呀！係咪話我遲咗嚟啊？證據已經投。已經跌咗落去下面，掉咗落下面係嘛？應該係，斬靚的，個歪喎，你哋大部分少少會知佢講咩咯。跟住之後佢掉咗落去啊嘛，跟住我哋要去呢個光之塔嘅西面，係、哎、啊，打埋呢只嚟嘅。依家攻出都算 OK 嘅。光之塔的西面要落翻去，咁啊落翻去底，落翻去周邊個位置，佢應該掉落去，驚俾人捉到，跟住掉落去。點解去到咁高嘅地方掉？唔直接抌落海仲好，不過可能抌落海太危險啦。跟住落。翻去，因為我唔想剪啊嘛，因為我又冇其他啲咩推嗰啲噴射器啊、推啊啲咧，咁所以就咁跑咯，起碼知道大家點樣行先啊嘛。咁依家去緊 B 六，依家 B 五嘅地方啊，其實上到八樓就 OK 嘅，我只得佢互通嘅嗰三個地方。依家最主要去西方嘅。周邊呢度都冇難度而家，咁啊啱啱喺度做嗰啲打錢任務，咁所以就啱啱做嗰啲儲錢任務，一次150,000 G。基本上如果定期一個禮拜做一次都有150,000收入嘅，穩收啊，係。所以對於冇乜使錢，即係主要都係裝備多啦，但係而家唔需要太多裝備，先升咗你先啦。咁得閒嘅時候先至會做，同埋可能遲啲會連續拍一啲唔同任務嘅錄影。直接可以解釋點樣去做咯，有條片睇下咯，需要專登啊揾呢個文字工啦，咁揾文字工啦都幾辛苦其實，即係起碼有人有地圖有成有位置咁俾你睇嘛。西面海望城揾翻證據，依家應該係第四。應該呢度前面，我記得好似行到好出㗎以前。如果 ECO 有呢個 VR 玩咧，咁啊仲正。應該好似喺呢度，好似喺呢度。佢掉落呢度，飄過嚟呢度應該。哇！揾到啦，揾到證據啦，證據之書係嘛？有咩證據啊？呢個？唔知咩不正嘅證據，可能講緊
唔好嘅證明啊嘛。跟住之後咧，最後就可以翻翻去呢個政府大廈揾呢個新聞記者之騎對話，咁就任務完成。呢度可以上嘅咩？以前呢度好似冇得上。基本上呢啲任務係for一啲可能新手未接觸過啲CO又想半價，或者喺台風過港服咁過嚟咧，唔知點樣做咧，或者唔記得點做咁樣拍出嚟嘅啫。一啲以前嘅舊功能啦，咁亦都有啲用途嘅。依家啲飛空艇，咁聽聞日服飛空艇都比較難做，依家都好貴嘅，啲儲曬啲錢。咁就我搞隻重咧，佢自動幫我加啲盾，唔知60%定70% 血嘅時候。哎呀！咁我繼續行啦。依家就翻去光彈，咁其實可以飛翻去嘅，不過。行俾大家睇咯，飛翻去基本上大家都識嘅。咁基本你見到依家地圖右下角咧，呢個位有啲唔同嘅，呢個就係出口位。以前我係用開咩4點鐘、3點鐘方向咁樣行，咁樣講快好，即係依家係4點鐘方向。我比較驚我哋重死。依家上翻去咯，我哋重剩翻一半嘅都冇，差唔多。咁行翻去咯，好似喺呢度有 set 個咩契約之類。咦？去咗邊咧？我咪撳錯掣啊？咩事啊？我唔記得咗呢個咩嚟。啊，算啦。如果大家記得就話俾我聽。咁然後咧，去回任啦，翻返去呢個政府大樓，又好似跳樓，係啊，跳樓，跳樓喎。不過有些 老玩家應該都很熟悉的，這裡我因為長期沒有玩過，所以不太記得，順便我看好像沒什麼人拍些任務影片出來，所以就錄出來想著做回個 record。 好，那我問回完成任務有5000元，跟著他不知道說了些什麼。賄賂之書領收書確認咗啦，跟住之後唔知道通知俾國民知道，記事5000元入市。咁依家應該可以收半價，睇一睇先。完成咗之後落去買嘢，落翻去。試下買張證。因為轉頭都要打啲做錢任務，我而家已經做咗兩次，有15萬。喺光頭好似仲有其他任務，不過遲啲先啦。等我記得嘅時候，逐一做任務，慢慢做翻啲咩，做翻啲錄影片段出嚟。應該依家半價再半價，即係1/4價錢。睇下先。4100，仲有半價 ，OK， 買咗啦。咁我依家唔使住，
咁基本上咧，依家條片就到呢度先。今日就主要講呢一個去呢個光之塔通行任務買證件通行嘅時候咧，半價任務叫做呢個光塔半價任務係啦。咁啊，我唔記得正式名啦，咁但係希望大家幫到大家，有咩嘅話就喺下面留言，咁啊或者 subscribe 我 YouTube 頻道，係咁先，拜拜。